欢曾老师，沈怡老师，我们来了。老师好，我们来拜师。好的好的，还是你。谢谢。画唐卡要先从打磨画布开始，就是要最先学习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那个唐卡要上颜色的时候要很细腻嘛，所以它打磨它是本来是要把这个画布弄平的画布，对，要把它先绷平。弄平之后，然后再拿石头打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面很粗糙，把它打磨的就是很光滑，上颜色才会好看。然后打磨完之后，现在就开始可以画了。对，这个是画唐卡里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我学习打这个线稿就学了3年，然后我老师才让我上颜色。光线稿就学了三年。所以这个其实是最考验基本功力的。对，这个唐卡最主要的就是线稿一定画好，然后再去上颜色。你要基础打好，才能够完成后面的步骤。打基础的一部分。对，是的。对，还可以，我觉得。老师觉得非常好。是吗？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后面你就更顺了。挑战成功。